哎，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玩家在一处宽阔的草地上搭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小房，屋外喂养了许多奶牛。玩家很喜欢自己搭建的这座现代化房子，房屋虽然不大，也就两层而已。出来后，房子的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，玩家打算出去撸一些木头，再完善一下自己的住所。可下一秒，他就在树林中发现了异常。刚才这儿似乎闪过了一个身影，通过放慢画面可以看到，这像是一个实体的身影，他拥有着白色的双眼。屏幕前的大家觉得他会是谁呢？玩家没有太在意，觉得可能就是普通的僵尸吧。他迅速地返回了住所，将收集的铁矿放入了熔炉，接着便再次走出了住所。可出来后，他发现住所外的道路发生了变化，他之前明明将这里用铲子开采了一条路径，但是现在全变成了草地。玩家正疑惑间，一个转头，路径又出现了。他被吓了一跳，眼看着天色也不早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玩家赶快再次返回住所睡觉，度过了黑夜。第二天到了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玩家这次出来打算将自己开采的路径再扩张一下，接着他便下入到了矿洞之中，准备挖一些铁矿和煤矿。这不下来不要紧，进入矿洞后没一会儿的功夫，那个神秘的身影再次出现，还是之前那个身影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玩家现在的心很慌，但是自己的铁矿还没挖够，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挖掘。幸运的是，他挖到了钻石。他很激动，不过他也开始了谨慎。在挖掘之前，他先查看了一下身后有没有异常。在确定一切安全后，他决定转身挖掉钻石。但是离谱的是，这一个转身的功夫，钻石矿就消失了。怎么变成石头了？玩家还没反应过来，又一个晃神的功夫，钻石矿又出现了。 What? 这还真是离谱回家，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。后面半句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玩家怀疑自己的世界出现了 bug， 会不会是一些纹理加载出现了问题？但是挖掉这两块钻石矿后，确实得到了钻石。可玩家总感觉这里不止自己一个人，整个世界中好像还存在另一个玩家，但是这根本不太可能啊！自己开的是单人世界，所以那个神秘的身影会是玩家吗？如果不是玩家，又是什么东西？当玩家再次返回住所，将物资存放出来后，住所外又多了一个诡异的建筑，这是用石头搭建的门框，而这扇门框就出现在玩家开辟的路径上。玩家正一脸疑惑地查看间，又一个回头，身后又出现了那熟悉的身影。看来自己的世界中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东西，这东西能凭空出现并且瞬间消失。在我的世界中，除了梦影人可以做到瞬间移动，还有什么生物能做到呢？这太诡异了，玩家被吓得已经不敢出去了。他一直在住所待到了天黑之后，那身影不断地出现在住所外，而且玩家辛辛苦苦制作的钻石块也时不时的会消失，接着再重新出现。又消失又出现。玩家实在是扛不住了，决定睡觉度过黑夜，睡一觉应该就一切恢复正常了吧。很快白天又到了，玩家尝试着再次离开住所去附近查看，在一番搜寻无果后，他决定再次返回住所。前方高能即将来袭，请屏幕前胆小的玩家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弹幕上，激活弹幕护体。这次回来，那个身影再次出现，并且这次他没有消失，而是径直地跑进了玩家的住所。玩家虽然很害怕，但还是追了进去。可进来后，那身影就凭空蒸发了一样。这次玩家也看清楚了这身影的样子，这不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的 Him Hero Bream 吗？而这次自己的那块钻石块也重新出现了。玩家搜遍了整座住所，都没有找到 Him 的身影。还剩眼前这个储物间没有搜索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走了进去，里面除了物品箱没有别的。再一个回头， Him 就出现在自己身后，接着快速消失。为什么他一直这样突然出现又消失，但是也不攻击自己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玩家很是不解。很快又一个夜晚到来了，经历了之前的种种异常，玩家已经无心入睡。他确保屋外暂无异常后，紧闭了屋门。可这次转身， Him 就在屋内悬浮在半空中，接着便开始挥动手臂，紧接着屋内出现了大量的苦力怕。玩家被迫离开了住所，他只能冒着黑夜不断的逃跑。跑了大约十几分钟后，白天到了。再次返回住所后，自己喂养的奶牛全部不见，并且进入屋内后， Him 和苦力怕也消失了。
最重要的是自己物品箱内的物资全部没了。玩家很气愤，他决定寻找 Him 击败他，可刚打开门， Him 已经在门口放满了天梯。玩家的本能后退，接着自己的门口被炸了一个大坑，从此后 Him 便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本期故事跟一个巨型实体有关，玩家的基地搭建在一处靠近大海的小岛上。视频开始时，游戏内正值黑夜，玩家二人打算进入到住所内入睡，但是上来后，二人才发现，他们到目前为止只制作了一张床。一张床两个人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只得默默地等待着天亮了。于是两人开始了闲聊，但是一番闲聊过后，又没事做了。两人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冒着黑夜出去探险。在此之前，玩家二人从来没有在黑夜外出探险过。服务器当前也是和平模式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有怪物出没。两人拿着火把，攀爬着这里的雪山。没会儿的功夫，他们就登上了山顶。但是上来没几秒钟，朋友就发现了异常。他告诉玩家，他看到了一个身影。但是由于游戏视距太近，他并不能判断出那是什么。玩家推测会不会是动物什么的，但是朋友坚信那身影很庞大，像是一个巨人，并且此时周围还不断传来诡异的声响。玩家二人试图寻找那身影，接着在玩家不经意间，他瞥到了视野中出现了异常。让我们放慢画面再看一遍，这不是巨型艾利克斯吗？玩家还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他又放慢画面再次看了几遍，这确实是巨型艾利克斯。可当他再次查看时，那身影已经消失了。朋友听后很不可思议，而巨型艾利克斯刚才出现的地方就是二人住所的上方。两人意识到情况的危急，迅速地返回了住所。回来后，住所已经被破坏，他们的床也没了。两人站在住所内是既紧张又害怕，为什么巨型艾利克斯会出现在自己的服务器内？两人之前听说过有关于巨型艾利克斯的传说，屏幕前的大家是否在游戏中见过巨型艾利克斯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随后两人商量了一番，玩家决定关闭服务器，而游戏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哎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